斌哥，你说好去车。二弟回来了，你们先去聚，我这儿啊有点事儿，处理完以后我再招待你们。还招待呢？你心真大，有那钱呢、啊，把账还一还，省得我来回跑。我也没说不还你啊，我这不是正在想办法吗？斌哥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要账呢看不出来啊？我告诉你，这家公司现在是我的，没有账啊都给我滚出去！斌哥，这到底什么情况呀？我投了个新项目被骗了，钱呀被别人卷跑了，现在欠了一屁股债，我破产了。哥，你出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不和我们说一声呀？我们一起给你想办法呀。喂，爸，什么？咱家老母猪跑了？好好好，我这就回去。天宇，快，老母猪跑了，快。哎，咱哥出这么大事儿，你们要走，怎么想的呀你们？出这么大事儿，你能管得了吗？我家老母猪还跑了呢。哥，以后别联系了，拜拜。姐，等等我。哎，你们。老公，要不咱们也走吧，别多管闲事儿了。行了，你们就慢慢叙旧吧。车我就拿走了，剩下的抓紧还。站住，把东西给我放下，我看谁敢动。怎么，你要替他出头啊？他欠你们多少钱？多少钱？600万，你能还得起吗？你干嘛？拿来。我不，别人都不管，就你管，你有为我考虑过吗？放手。你把钱都借给他，我和西北风啊。二弟，你先带弟妹回去吧，我知道你没钱，没事儿，我不怪你，以后我们还是好兄弟。哼，恐怕他以后做不了你兄弟了。老公，我们走。我和你说过，他是我哥，我是他兄弟，有了他才有了我的今天，有了他才有了你，你懂吗？这张卡里有500万，剩下的一周之内给你。好，就一周。嘉浩，你个王八蛋，个疯子，以后别联系了。斌哥，我的一切都是你给我的，你赢我陪你君临天下，你输我陪你东山再起。哥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谷子，你哥的公司不仅没破产，而且生意蒸蒸日上。二弟啊，你不要生气，这不哥刚开一家新公司，还缺个管理啊。你也知道咱家呀兄弟姐妹最多，这不考了个试，辛苦你了。给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恭喜恭喜兄弟们。